任凯同学为大家带来歌曲，请向前面的灯光。就要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慢慢体会到幸福是被爱的人需要，一天一天越来越无可救药，一生一次爱你到无可救药，我才狠决定要就爱吧就唱吧就不逃，爱你到无可救药。选吗？好，我们任凯凯哥，你叫凯哥。现在这首歌已经写完了，现在该你们了，给分了。521，这个分怎么给分？公交车号，5分一个，又是一个5分，一个3分，一个3分，一个5分，一个2分，然后又是一个5分，又是一个5分，一个4分，一个5分，一个5分，一个2分，一个3分，一个3分。又是一个3分，还是一个3分，再来一个3分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是分。还要取最高，取到最低，然后取一个，好，取一个4分。好，我们评委老师先给分是两个8分。好，谢谢评委老师和谢谢任凯。我们下一位，我们要欢迎粉粉，带来的是王心凌的《月光》。悲剧来了，徐超没有听懂，没关系。大家好，我是粉粉。我今天要唱的是《一个月光》。欢迎。梦想不够云层游荡，像烟火闪着微亮的光芒，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。难免会受伤，但微笑路上蒲公英在歌唱，星星漂亮在起风的地方，等着夜晚。好，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观众的打分时间。好，请大家投出神圣的一票。3分、5分、4分、2分、2分、3分、3分、3分、5分、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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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、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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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、10分。你不是评委，不好意思。后面还有没有？好，现在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打分。7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请允许我隆重地为大家介绍黄以诚同学，为大家带来《Better Man》。请杨泽环同学做准备。好，我们观众的又该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了。好，我们观众准备打分吧。然后黄以诚的这一轮的得分是一个3分，一个3分，一个5分，一个4分，一个4分，然后孙慧给了5分，给了满分，然后林姐给了4分，又是一个4分，又是一个5分，着重提一下林姐呢。
然后一个三分，一个四分，一个五分，一个三分，一个一分，一分没看清谁了，一个五分，一个四分，一个两分。好，然后我们评委老师的分数是一个八分和一个九分，啊，这个分数好高啊。好，下面那个厉害了，下面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杨泽环，由他给我们带来的歌，然后泽环，好，让我们现在进开始欢迎泽环，好吗？观众，观众可以加。我唱的是王力宏的《落叶归根》。还有这个就是剩下你的，原离家乡，不想唏嘘，唤我张秋叶，而我却像落叶归根，坠在你心间，几分忧郁，几分孤独。好，刚才我心里有没有打十分，两个桌子拼一块最高分可以打一个十分。好好，现在从这边开始，五分，五分，四分，四分，五分，五分，四分，四分，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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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，四分，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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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和五分。好，都是很高的分数，接下来由我们的评委老师打分。八分，九分。好，最后有请我们的彭奇选手为大家带来《知道不知道》。大家晚上好，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电影《天下无贼》的主题曲《知道不知道》。那天的雨落是否能遗留到所以脚步我明天给你是可以吗？我今天晚上要用，那是明天早上八点钟。对，你明天早上敲门，敲门。那我明天早上等，我等一下就明天给你。风吹着白云飘，你到哪里去了？好，现在请我们的观众朋友给彭奇打分。五分，五分，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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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，五分，四分，四分，五分，五分，四分，四分，五分，五分，五分，还有四个五分，四个五分。好，现在请我们的评委老师打分。八分，八分。好，到这儿呢，我们前面的十六位选手，也就是说第一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。好，不知道我们现在统计工作做得怎么样？一会儿呢，我们将会淘汰九位选手，晋级八位选手，进行第二轮的比赛。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